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谁？我是 Vicky 老师。哇，听完了 A、B、C 的故事，有没有觉得很好玩呢？告诉你们呢，我们今天啊要认识英文世界的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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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胖子爸爸，他可比 B 爸爸还要胖呢，不敢想象吧？告诉你哦，他就是。D 爸爸，你可不要把它念成猪爸爸，那就太好笑了，他会很生气哟。这个 D 爸爸他会发出什么声音？哈，厉害哎 ！D D D， 哒哒哒，我们再念一次哦 ，D D D， 哒哒哒，棒极了，棒极了！哦，看来你准备要过五关了哦，跟以前一样。这五关啊，每一关都有一个字，你要听听看，这一个字里面呢，是不是的的的开头？赶快请爸爸妈妈来帮你当裁判喽，可不能赖皮哦。好啦，第一关，的的的的声音注意听哦，的的的有什么呢 ？Dog， dog， 是不是的的的 ？Dog， 哈，厉害耶！第二关，什么？对对对，我知道了。Door， door， 哈，你好棒啊！第三关 ，cat， cat， 为什么呢 ？cat 是哪个字开头啊？很好，是 k k k 这个声音，很好。第四关。我想想，哈，我想起来了 ，dolphin，dolphin， 很好，最后一关，好，现在一天口超难，最后一关是什么呢？我想起来了 ，Vicky，Vicky， 我可不是胖嘟嘟的弟爸爸，你可要好好记得啦，好啦。过五关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啊，可以来听地爸爸的故事喽。再念一次喽，地地地，哒哒哒，非常好。好啦，终于轮到这个胖嘟嘟、胖嘟嘟的地爸爸，他的胖嘟嘟可比 B 爸爸还要严重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的肚子跟屁股，哦，好惨哦，已经都连在一起了，太夸张了。地爸爸说：“啊，轮到我了！我这个大胖子先生啊，每天最爱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最喜欢睡大头觉啊！”他心里想：“哦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我先睡个觉再说吧。”这个地爸爸咚咚咚咚躺了躺了，好快哦，一下就睡着了。他就马上听到。的声音了啦，吼，太夸张了，这个地爸爸，地爸爸睡睡睡睡睡睡睡，突然，我来画个地爸爸睡觉的样子，很好笑哦。这是地爸爸的大肚子，他躺平了哈。这是他的头，很像乌龟，对不对？眼睛闭起来的，嘴巴开开的，这是他的手，还有他的脚。哈哈，好好笑的地爸爸，对不对？他一边睡觉还在一边流口水嘞，好夸张哦！告诉你哦，地爸爸睡觉时候他做那个梦哎，偷偷告诉你他梦到什么？这是他的梦，好大哦！啊，他梦到啊，他到了一个王国，那个王国好绿好绿好绿哦，好多好多的草原哦。地爸爸正挺着他大肚子在梦里面哦，正在散步呢。我是地爸爸，我在这里散步，风好舒服哦。啊，那是什么啊？恐龙哎！我该不会到了恐龙王国吧？原来是地爸爸做梦，梦到他到了个恐龙王国。哇，好舒服的恐龙王国！我继续走路，他
还一样挺着他大肚子继续走，就走啊走啊走啊，突然听到嘣嘣嘣的声音，这是什么？爹爸爸回过头一看，不得了，有一只暴龙在追我，哎，快跑！爹爸爸赶快跑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他快跑跑跑跑，看到一个好大好大的山洞，黑黑的，好恐怖哦！小朋友，如果是你，你敢不敢躲在山洞里面？你敢啊！好啊，你好勇敢啊！好吧，好吧，那我要跟你一样。爹爸爸心里想，啊，躲到山洞里面去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对了，爹爸爸他太胖了，跑一下就喘吁吁的。看到那只恐龙，蹦蹦蹦蹦蹦，没有发现爹爸爸。这个山洞啊，变得超级安静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咦，突然他听到，